天我来了什么地方，叫什么？啊，对，看看这个环境。今天我们买了 chocolate chip cannoli， 还有 pumpkin cheesecake。回家吃吧。嗯。可能在路上就被猪吃。没事没事没事，没事，你看这也挺有意思的。